我们完成了绘制零件一，零件一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哈，这个像是一个圆锥柄啊，啊这边有一个螺纹呐，好，好，画完了这个零件一，接下来我们要绘制组合图，组合图我们看看题目会组合图在哪边，可不可以参考？是这个吗？哎，是这个吗？画起来会像这个吗？哎，好像是哦。看看，一、二、五、四，哎，那应该没有错。啊，左图大概就是画起来像这个啊，只不过这里应该是你在画的时候不用画这个两点系列线这个东西。有的同学就会问啊，老师，这个两点系列线是什么？这个叫做虚拟视图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是要放什么？放那个砂轮呢、啊？夹砂轮啊，这样才可以去研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做可调式磨轮新轴，所以这里会放那个磨轮呢、啊，哦。那你想知道多一点，我讲一下哈。像这个是两点系列线，这个我们以前在习用画法有说过，有没有？在机械制图实习二，第八章习用画法啊。这个不过这是108课纲喽，最新的哈。我们看一下虚拟视图，这种是一种不存在的图形，但是我们会用一种假想线，也就是两点系列线去绘制。啊，这种，那像这种不存在的，就是显示装配物件的位置。当然还有其他的啊，零件的运动位置啊，剖蚀后不存在的部分啊，物件加工的变化，好，等等。好，所以像这一题2D 丙312，就是在显示这个装配物件的一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回到图形来看哈，所以来看一下这个，所以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啊，像这个零件一啊，多懂一点哈，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那个那个这怎么图啊？螺纹对不对？螺纹一定是跟某个东西去结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旋转的一个机械，研磨的机械。提供动力源，所以它会拴在那个上面，对不对？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孔啊，结合，然后可能这个圆锥孔会夹到这边，拴到这边啊，我猜可能交界处在这个地方，好，然后到时候这个东西就可以协助我们更换砂轮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可能这一组东西有放1号砂轮、2号砂轮、3号砂轮，那我在夹的时候，我不用每次都换这个啊，不用打开这个换砂轮，不用，我可能就整个一组就拆下来，对不对？我就换2号砂轮、3号砂轮，拆，我猜是这样子了哈。各位如果去业界啊，你们再去找到实际的物品，这样是最好的哈。那问题是调整这种砂轮。也就是这个两点系列线这个东西，一定要把这种东西松开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松开？哦，那你就要去欣赏，去欣赏。像这个3号件，你们看这个尖尖的，然后细细长长的3号件，我们有画过嘛？对不对？3号件在这边，这个是很长的，这已经有省略了一个折断线了哈。3号件，你看这里还有滚纹，有没有？那滚轮做什么用？滚轮就是增加摩擦力，所以想必要松开这个砂轮，一定要从这个三，对不对？你把它这叫锁紧螺杆吧，啊，把它用来锁紧的，你把它旋转，然后它就会松开了，对不对？松开了之后，你看下一个零件是不是就是7号件这一块？对不对？7号件应该就可以转动了。转动之后呢，你看7号件上面有一个10号件，10号件就像一个什么定位销。啊，定位销它会结合什么？看一下，结合7号件，
还有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是几号键？四号键，对不对？结合，所以这个定位销就结合零件七的这个七，你就看想做一个套环啊。那这个四号键就是一个调整螺杆，因为你看这个四号键到这边，对不对？这边啊，有一个螺纹，所以应该是一个调整螺杆。所以可以想象着哈，这个定位销就结合七跟四，所以我们转动这个七这个套环的时候，想必啊，这个整个哈，这个涡轮星轴就会调整到适当的位置，可能会整个往前往后啊，做一个微调，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好，那。整个调整完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七号键的这个套环，然后把它锁紧，免得我们这个在研磨的时候，这个轴会产生松脱现象，大概是这样，所以你心里有一个谱，大概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砂轮这个研磨位置的一个做法，这个各位同学，我也鼓励你多跟其他同学讨论，动动脑想想看啊，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它是1:1，对不对？而且要补会剖面线，来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剖面线。好，这里有曲线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有曲线，所以换句话说。这个曲线这边应该是要剖了，看起来这边比较复杂，所以显然是要剖这个曲线，云形线的右手边这边，那各位同学，我们接下来就一样请你准备好我们的这个 iEventor 的这组合档建模的那个组合档。还有翻到这个题目页的1/4页，那同样的这个图层设定呢，形式编辑器我们这就不重复做了哈。这个在我们301的出图设定那边，一开始我们就做一次了。不过还是希望各位同学在家练习，可以从头到尾再做一次。那最后我们你自己出图完，你可以参考一下老师的品头论足，给自己打分数，看看。重要的地方，你有没有做对？好吧，那品头论足那边，老师会尽量挑各位的毛病。那应该大致是这样。那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来进行这个312，也就是我们二 D 品所有题目，总共12道题，最后一道题的最后一个出图，就是绘制我们的组合图。好。那很高兴啊！最后你们整个练习完之后，最好我们就开始练习不同的色变。好，我一样，我们的色变是 XEY1 26:3。那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个出图的一个示范。那老师没讲到的地方，一样当做彩蛋。好，我们来放置我们的这个组合 IAM，档案比例1:1。好，放置啊，按照这个题目要求放置在中间。然后我们先来圈我们的云形线，题目要求要我们圈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。好，圈圈圈圈圈，因为我们是希望右手边有剖面线，所以我们往右圈哈。好，封闭起来。好。封闭起来，确认一下，完成草图，调整一下哦。然后投影到旁边，我们才可以针对哪里来做拆解，对不对？拆解，针对中间的这个点确定。好，右手边就拆解完毕了哈。那接下来来处理。这里面的东东把不要的我们把它隐藏起来，选择看一下，这边有相切边螺纹特征要哦，把它开起来，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消，这个留下不要的，其他的不要的我们把它自己画，
0.5 的粗线啊，诶，怎么没有弄到？约束一下，来，再用一次0.5，好，成功。这里有一个圈起来，看一下这个消要不要处理？这个消来看题目，先把它都可见性关掉好了。好，这里我这里有的慢慢来处理了，这里自己来画线啊，因为。现在画弧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我们消啊，就选一个大概的哈。那题目上因为这个消比较长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对，这个对啊，这个消哈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划掉，让补来补，让它的长度一样就好了哈。好，再来这里就把它也一样补画一下。然后弄一个弧，再用一个线，然后把它约。